觉得话会讲话，所以我们不应该对话多做太多的陈述，这是我觉得看话的一个基本概念。所以当然每一个人都有他创作的理念，可是我基本上我画的就是比较画像大自然的景色啊，虽然它是抽象表现，其实它并不是很抽象，就是说比如说从天空眺望下来啊，有点那个景色啊，比如说是也许是一个城镇啊，有亮啊，就是森林啊这样子，所以它不是完全一个抽象画，基本上是这样。比如说这张的话，像暴风雨，虽然是它抽象画，但我们可以看到好像有海浪。像海浪冲一样，所以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它是一个抽象的表现，但它还可以看到有一种风景、很具象的一种感觉。我的画特色是这样子，根据你个人的经验、生活经验或者是你的一个观感，所以你有很多的想象。所以你看的不一定是说照这工作它是暴风雨，是你可以有很多的想象。然后这个就是抽象画的魅力。这个我刚才说了嘛，这个很多东西，比如说画看画都是凭你个人的经验的感觉。人家讲的一个道理，你有没有办法吸收是看你的自己的功力而已。但这个功力就很难得去界限，这功力是怎么样？就是你对人文的吸收，对社会对人的了解。你在法国一样嘛，他虽然文化这么多，如果你是一个去留工。去留学，然后你根本就是你工也做不好，学也留不成，那你就是没有办法玩年轻的状态。那我就觉得说我其实我除了画家之外，我是很多画廊的经济顾问，画廊顾问，那我曾经帮国内安排了很多的展览，所以因为这样的一个环境跟背景，我可以比较接触到更不同。那我对这样的一个，就是说这样的一个情况，我特别的珍惜，因为有这样的一个东西，我更能够深入，甚至更能够了解各种不同的文化。我觉得这个对我影响非常大，这也是因为我一直留了20年的原因。